三个女生，两个男生，寻找一个有大镜子的房间，保证距离是能够看到所有人的位置上。男生要分开，围成一个圈，记好镜子的位置，站立一会儿，到接近午夜的时候开始绕圈。由女生开始向前面的一个人的脖子跟上吹气，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，依次类推，同时不停地绕圈走。当有人感觉到脖子上被人吹了两口气的时候，要说来了，同时背向镜子，其余四人一起看镜子里面多了个什么。切记不要中途偷看镜子，不管看到了什么不要逃跑，要大家一起说去并转身。最好有一个人做领导发布这样的号令，如果是领导背向镜子，生死全靠大家自己了。据说是看到五个人面对镜子，也有说六个人，也有说到处都是人，也有说不是人，没有正确描述出看到了什么的人现在还存在。论语中曾说，子不与怪力乱神，非不信也，敬鬼神而远之。